心部在左手关前寸口，一名人迎，肝部在左手关上，肾部在左手关后尺中，肺部脉法暂云心肝出左，脾肺出右，肾与命门俱出尺部，魂魄骨神皆见寸口，左主司官，右主司府，左大顺男，右大顺女，关前一分，人命之主，左为人迎，右为气口，神门决断，两在关后，人无二脉，病死不愈，诸经损减，各随其步，三阴三阳，亦云暗察阴阳，谁先谁后，阴病至关，阳病至府，府外也，其邪所摄，如何补取，审而知之，真入病愈，脉有三步，阴阳相成，容胃气血，而行人工，呼吸出入，上下于中，阴息游步，津液流通，随时动作，笑相形容，春闲秋服，冬沉夏红，茶色关脉，大小不同，一时之间，便无经常，失寸参差，或短或长，上下乖错，或存或亡，病者改易，进退低昂，心迷易惑，动失纪纲，愿为旅臣，令得分明。诗曰：子之所问道之根源，脉有三步，尺寸极观，容胃流行，不失衡泉，肾沉心红，肺服肝弦，此自常经，不失诸分，出入升降，漏客周旋，水下二客，脉一周身，旋复寸口，虚实见焉，变化相成，阴阳相干，风则浮虚，寒则紧弦，沉潜水蓄，知隐即弦，动弦为痛，数红热烦，设有不应，知变所缘，三步不同，病各一端，太过可怪，不及亦然，邪不空见，终必有间，审查表里，三焦别分，知邪所摄，消息诊看，料度腑脏，独见若神。